向台湾铁路管理局啊公务处号志所啊调阅监视器后，本分局嘉义派出所啊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第54条第一项，对该校车驾驶人依照违规事实啊最重处罚新台币90,000元以下罚款及吊扣驾驶执照1年等罚则，依法自当举发。